全体人员恭向迎严平武龙祖六合敬。开山五庙严平王地公神公迎参修业一上修拜。副市长叶天山、甲体育局长陈良乾，佮有专文会筹备的相关赞助单位人员，伫延平郡王厝来上香祈祷了后，随后副市长就将专文会信会来交予信会对今日开始将实行全台22个管区，包含着离岛地区。那这次因为配合台南四百年，我们这一次的圣火传递也都请各县市寻找了他们最具在地特色的一个古迹景点，来作为我们圣火传递的一个地点。那同时也希望是一个文化之火，能够来守护我们台湾的一些所有的文化。所以这一次的圣火传递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具有意义的。专门会信会顶礼拜日，今年的水会动员处的报会了，同工暗时的安平国宝点到的信会，而今仔日信会的团上，选择的安平郡王厝来出发，副市长叶铁山表示讲，有成功启航的意涵。在郑成功延平郡王祠这边来办理这一个仪式，主要是象征一种成功启航的一个意义。那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仪式，能够把满满的祝福那带到我们所有的一个县市。这回信会团上往南高雄、屏东，阁西行到南部花莲，阁来上北，沿途会伫22个县市的古迹甲重要地标来进行着交接，而金门甲平湖连江关嘛是伫团上的路线内底。29号开始，信会将伫台南市西行37个行政区，到时阵各行政区将结合在地观光甲美食产业来挑选着团上的地点，迎接着专运会的信会来到。南天新闻台以下台南采访报道。